主料：藕两节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蒜瓣一颗。准备时间：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十分钟内。藕削皮，切成片。热锅放油，放蒜瓣，放入藕翻炒，加盐糖调味，翻炒约二到三分钟。装盘，烹饪技巧：喜欢酸甜味的糖多加点，临出锅时淋点醋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